妈妈一起特训呢。我是岩石怪人，硬邦邦岩怪，看我的身体全都硬邦邦的，放马过来吧！我要上了，动感铁拳！什么？动感飞踢？那就用动感光束！什么？好舒服啊，僵硬的肩膀都变松了。你居然把我的动感光束当成低周波按摩器。这次轮到我进攻了，接招吧，硬邦邦攻击。动感超人，最后一击，虽然很想这么说，但是我跟牙医约好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会再回来的。你没事吧，动感超人？真是危险，那小子还真硬。怎么会？动感超人居然输了！不过英雄绝对不会气馁，明明子来特训吧！劈开瀑布吧，动感超人！啊！我就知道可能会用到，所以事先取得了铁球起重机二类驾照，真是太好了！我要开始了，动感超人！哇！说到特训，果然我想到铁球。是这样吗？嘿嘿嘿，我会反过来击败你。别以为我还是上次的我。接招吧，硬邦邦攻击！什么？我要上了，动感瀑布斩裂拳！这种打击根本没有什么啊，我不甘心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的特训成果。你成功了呢，动感超人。好帅啊，妈妈，我也想要特训，变得跟动感超人一样强啊。特训妈妈，这是什么？当然是特训咯，你看。这是动感超人也做过的特训。好，那你要劈开这道瀑布哦。你好。小心，跟妈妈一起玩水很开心吧？我又不是在玩。我还想做其他的特训。可是妈妈现在要去做家事了呀。特训、我想做特训。真伤脑筋，我该去整理包装纸了。对了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要把这些百货公司的包装纸整齐折好。这是什么特训呢？这个吗？我想想，是锻炼专注力的特训哦。你看好了，先把右边折进去，然后再把左边折起来，让它变小。来，你试试看。是，遵命。我看看呢，先折右边，然后再折左边。那就交给你喽。结束了。整理得很整齐，真是太好了。好了，换下一个特训。这么快？接着是照顾小葵，不对，是锻炼肌力的特训哦。来，现在你抱着小葵吧，你不是想变强吗？没错，就这样把它举高高，做得很好。好，再把它举高一次，然后重复这个动作，来，举高，放下，举高，放下，举高，放下。真是不错的特训，小葵也很开心，真是太好了。接着是庭院的拔杂草特训。接着是打扫玄关的特训。来，接着是带小白去散步的特训。你好努力哦，来给你休息吃的小饼干。今天的小饼干味道比平常的还要好吃。那休息结束以后，接着是整理玩具箱的特训，还有打扫浴室的特训。
妈妈，你从刚刚开始叫我做的都不是特训吧？才没那回事呢，果然被发现了。你只是一直在叫我做家事，所以你不想做了是吗？那我要没收休息吃的小饼干哦。这个不行。刚才那是这该不会是我刚刚折纸的时候做的动作吧？这是我刚才抱着小葵的时候做的动作。不会吧，好厉害哦妈妈，原来刚刚做的那些真的都是特训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。不管了，就是这样，小心，亏你能够通过这么艰难的特训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。来，现在就是展现成果的时候。怪人鹰帮帮岩棍，小心，你要打倒这个怪人哦。我要上了，动感铁拳，动感铁拳，跟到，加油，回想一下特训的时候。特训，动感，不离不离，瀑布三击。成功了，我现在变得跟动感超人一样强呢。很好，辛苦你了。面团很有弹性，不错哦。妈妈，这个是多亏小新用特训过的拳头打，我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乌龙面。妈，很有嚼劲，非常好吃。怎么了小新，你不吃吗？我不是为了做乌龙面才特训的。真是的，只要好吃就行了，因为乌龙面就是要用手打的嘛。